这件裤子很有趣。第一个，它的后背这个保证不会紧，然后它也不会就是把你的肉飞出来。再来，它的弹性哦，腰、大腿、小腿全部都是不知道几颗星弹性了，因为它没有分尺寸，它就是一路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今年呢更显瘦，是因为做了一个小小的 U， 很小很小，微微的，你从正面看起来应该可以看到一些些不一样的一个收腰线条。一样是做经典的双扣，所以它的包覆性是非常够的，然后来直接微翘臀直接下去，但是一点都不紧，来我用一指神功就好，它的弹性度是非常大。我下了小白鞋直接给大家看一看这裤子瘦不瘦。所以呢本身裤子很显瘦，不论你是搭膝上靴啊还是搭什么短靴，整个人就是很修饰，我们的黑就是正黑，超级正黑，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腿长效果。而且妞儿身高161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裤长，我觉得蛮足够大家穿的。